大家有看到这个跳吗 ？PVE 伤害技能这个就是不死系加成啊。那每跳一下大概六到八吧，我看一下哦。对，大概六到八吧。我要跳太快了，这个神圣助导。所以说之前有观众说神圣助导对不死系的伤害就只有大概六到十点，这个说法算是正确啦，因为现在统计就直接给你跳啦，那直接给你跳啦，七滴嘛，六到八啦，六到八，对吧？六到八嘛，哈。